QA 哈，你这个是脸的后遗症，还是很严重的说人呢，开始时候是单身的，后来才有了情侣，现在不过是恢复单身了而已，只是回到原点而已。至于吗，就有了单身焦虑症，或者你真的挺享受恋爱的甜蜜，但不好意思又开始恋爱，也有可能结束恋爱的时候失恋，你没有心理准备，但还是要勇敢面对的，是吗？单身焦虑正在于你担心从此就一直单身下去，你会不习惯，从前身边有人陪着多好，但没有人陪着你，是不是也能好好过活呢？你带着这样的单身焦虑症，不管轻微亦或严重都不是好事，一方面自己会感觉痛苦，另一方面也会让你身边的人无所适从，这样的话你的幸福将会离得越来越远，如此得不偿失，还不赶紧克服啊，挥别错的才能与对的相逢，这么想你的心情会开朗许多，我加油。 Q， 你觉得结完婚的女性是否应该经济独立？ A N， 无论是否结婚，女人都应该经济独立，毕竟这是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，自己有经济独立以及丈夫会不会给自己钱花，这是两个范畴，但最起码自己要有这个意识，无论是否结婚都有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，如果老公有钱那也是他的事情，不代表他随时随地都将钱交给你，但自己有经济能力，腰板都能挺直一些，说话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地位，没有办法，没到那个地步，你永远不知道钱还能起着怎样的主导作用。经济不独立，也就只能依附娘家，依附老公。哪天这些依附不复存在呢？那你的世界会不会从此分崩离析？这世上不会有这无缘无故的好处，还是自己有本事，比什么都要来得靠谱。